一个非常可爱的小象，哇，钻石三卡拉，一个黄金，非常有设计感，18K 14点多克，非常重。太平有象，4800，好可爱，高级珠宝。然后这个是一个 Sapphire 8卡拉8，钻石2卡拉28，18K 16点多克，非常重的一个珠宝，4800，高级珠宝，它很有层次感。然后这个2300 Chevrolet 1卡拉87，钻石两用款，很特别。Chevrolet， 然后这个，哇，这个豪华气派，非常大跟重，钻石2卡拉62 Sapphire 9卡拉86，18K 26克，哇，这个就6900，非常豪华气派。大家看到这个宝石光泽也是非常的亮的，然后这个4800，哇， Color Sapphire， Color Sapphire 是有17卡拉，18K 钻石1卡拉50多啊，哇，你看这个 Color Sapphire， 目前我是很喜欢这个颜色 Orange Sapphire。这个是 Sapphire， 普通 Sapphire 1600 Sapphire 1卡拉14， Total 接起来2卡拉多，钻石 18K， 宝石的光泽，中间是 Invisible Setting 的镶法，啊，这个是4300 Orange Sapphire 6卡拉94， 18K 17.3克，这是高级珠宝，高级，哇，蓝宝，蓝宝，这个蓝宝石烧西坡一色7颗，烧西坡蓝宝石6卡拉多，然后 18K 30几克，哇，很超值，这个就12000，实实在在的材料在这里，12000，然后这个都是很高级的 ，OK， 钻石1卡拉48 ，Sapphire 11点多，哇，钻石有两个数据 ，Total 钻石差不多接起来3卡拉，18K 16点多克，这个9900，豪华气派。你看看宝石的光泽，你动一动它就闪闪个不停了。然后这个钻石就4卡拉08 Sapphire 2卡拉93 18K 11.6，这个就8800，高级珠宝，高级珠宝，8800。然后这个 Sapphire 13点多克，钻石13点多卡拉，钻石4卡拉多，哇，这个16000，高级珠宝，哇，这个也是13000，材料非常多。首先很重，你看到18K 18.56卡拉。钻石3卡拉多 ，Sapphire 13点多卡拉，高级珠宝。
然后这个球 18K 328卡拉、哦、另外一个数据是49卡拉，接起来是70几卡拉，29点多，这个就两万二，很多球。然后这个 Sapphire 5卡拉35，钻石是18K 也很重，22点多。这个5900有配套的这个耳环，首先它都很重金的 ，Sapphire 9卡拉80多，钻石11卡拉多，哇，很重，7900。那这个就7500 ，Sapphire 4卡拉24，钻石2卡拉59，7500。哇，这个非常漂亮，15000，钻石7卡拉多 ，Sapphire 6卡拉80，15000，哇，非常漂亮。再来这一盘高级蓝宝石，哇，手链，这条手链21000啊 ，Sapphire 是20卡拉，钻石3卡拉多，18K 26点多，21000，你看，宝石的光泽非常的亮。然后这个是项链配套的小项链，就6万 ，Sapphire 61卡拉，钻石11卡拉，6万，哇哦！那这个15000 ，Sapphire 8卡拉多，钻石3卡拉多，15000，哇，漂亮。高级珠宝啊，高级珠宝，这个是 Sapphire 2卡拉38，钻石1卡拉31，18K 4500，材料都是最高级的高级材料，耳环就7800，每一对的 Sapphire 5卡拉多，钻石2卡拉多，漂亮，这个还有配套的耳环，这个就5900，这些他们都是供货给大公司，比如 Neiman Marcus 这样子，所以他 Neiman Marcus 因为卖贵好多倍的，哇，这个你看，这个不贵啊，这个13000，Sapphire 5卡拉23。钻石两卡拉多，18K 29克，哇，看这个是有动感的，能动的流苏，好的，这是 part 1，因为还有 part 2，有兴趣的朋友们请订阅频道加微信。